OK，明天我就要去露营了。然后明天时间应该是6点半这样起来去，然后7点还是7点半出发？我不懂我醒得来没有，就是2天1夜。然后那里的风很大又很冷，我明天见啦。OK，我现在已经是6点多了，我就刚起来，衣服全部换好了，然后喝了一杯奶酪，现在就等着出发。现在外面天还暗暗，等下出发的时候我再拍呀，拜拜。OK，现在我们已经要出发了，帽子全部、口罩全部戴了。有点奇怪，然后后面这个不能装是什么？还有灯，要开灯。开了，可以到那里我再拍啊。我们已经到这里了，然后过后。我们先弄好这些，贝壳这些，弄平了过后，然后再搭帐篷。因为如果这些贝壳还在这里的话，睡觉的时候背后会很痛。这个帐篷已经搭好了，等下我们还要盖一个晒屋顶，顶鱼还是顶晒？这样哦，等下这里还有一个因为要两。这里等下要一个 cam， 这里也要一个 cam， 这个是做好了的，这里还要等着你。然后等一下这个地方啊，我会挖空，我因为这个地方挖空可以洗手，因为那里水是干净的。挖了过后，我会用这个挖松了，然后呢再拿一个铲子来这样挖，这样子挖。然后这些沙不知道什么地方玩的呢。OK， 现在我们要搭完这些的 cam， 然后要盖屋顶，然后再拍给你们看呐。拜拜。各位，你弄好了，弄完全部了，等一下我们要吃晚餐，你们看，那里的风很大，两个 cam 全部做好了，然后我们要吃早餐，吃完早餐我再拍，所以拜拜。等一下我吃完早餐了，就这。我刚吃完早餐了，然后过后刚忘记拍，近一点，我在生火，生火。OK， 这个锅啊不是我们带的，是沙太姐的，过了，已经很干净了。过了。然后等下我不用大火没有，然后过后我会挖那个洞，然后我们要烤番薯，然后给你们看我挖的洞。是的，我们可以洗手的洞，这里上这里的水是清，可以生水的嘛？这里，是吧？那，我挖的话，我那一个会养蟑螂，所以等下，有什么东西好拍的，我就拍给你们看呐、啊。现在很大风，对啊，有什么东西好拍给你们看呐、啊？我给大家现在有一个好消息给你们看，现在，你看我们那个锅没起了，我们要烤番薯，然后你们看，哇，这就捡到了。哇哦！这锅灭火是不是？这锅灭火，你们看我教你们怎么弄。你们看。在人间漂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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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人间
所以我现在就想说一点，很大火，我要烤番茄，对不对？哇，真的，那火哦耶！我就等着烤番薯了。叶先有把我们的放在这里，让它燃烧。算了，等着吃番薯啊，拜拜。大家好，今天给你们看一个东西。7点8点见了，你们看。然后现在有一个情况就是，你们看啊，看到没有牛？嘿，牛肉丸。没有，我今天打罢了。有很多牛。我不知道你们看得到没有了，我在自己看不到。有很多牛。很多牛，然后它这些牛要取卵，要取卵，所以我们本来是在刚刚这里这个地方找取火的嘛，然后过后转移到那里了，那里那个地方看到没有？我们把它送到那里去，很多牛现在，所以我们吃了晚餐。在睡啊，吃晚餐的时候我也拍一些，就这样啊，大家吃晚餐见啦，拜拜。山川和四季变换，我好防备就登上了这艘船，头破血流也靠不了岸，再乘风破浪。谢谢大家，对，我要回来，然后我会收拾东西，然后这一个
回去